我们要能理解啦，天下呢众生悲苦啊，尤其是无常都在瞬间，所以啊，我们在生活中呢要谨慎呐、啊，还要呢克服那的意念哈、哦，那要好好的扫除掉我们的无明贪嗔痴啊，那要调伏下来呢，那样的贡高傲慢呐、啊，要知福惜福，大家人呐、啊，那一天生活爱十分的满足呢，那八分就好啊啦吼、哦，那欠两分呢，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，这都是最近一直在呼吁的感恩呐、啊。